情人节，你帮我缝这枕头套，还有，这是，这是你刚送我的什么陪伴娃，这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些东西我根本连用都不敢用，我根本就不敢带出门，这不是我的 style。 他才是我的 style， 总之，我们分手吧。阿Ken，阿Ken，啊！哎，这是，对，正好。小事啊，来，小事啊，爷爷特别为你做的这盘面，还给他取了个新名字啊，叫做。 爱恋90年，爱恋90年呐！没错，管他是3个月还是90天，只要吃了爷爷的这盘面呢，保证恋情超过90年。哎，小事，把握这个，再过10天就可以庆祝你们交往门百日喽！结婚。 你是白沫啊你啊！乱讲！别！啊，宝贝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啊，你熬了一整夜 DIY 的礼物啊！对哈，我差点都忘记了哎。不过妈，这次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打破魔咒，而且我今天去见他妈妈哦。真的假的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啊！他说他今天带我去见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不知道妈妈是谁。嗯，太好了，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。 千惠，小四啊，既然你都要去见人家的妈了，哎，你是不是找个机会带她回来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啊？嗯，还是要看今天有没有被甩这做决定。哥，你不要看不起我好不好？我今天就会带她回家。不可能！如果我今天没有带她回家，我就不回家。你口说无凭的嘞。小明啊，没怎样啊。 输的人就扮意大利面超人，站在门口挑肚皮舞招客人，怎么样？谁怕谁啊！哼！我是程小诗，一个被爱情魔咒缠身的大三学生。我的爱情魔咒就是恋情永远无法超过3个月。 这对一个20岁的女生是多么残酷的一个魔咒啊！但是这次不一样，今天是我跟男朋友Peter交往满3个月的日子，他说今天要带我去见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所以今天就是今天，只要过了今天，我就可以破除这个爱情魔咒了。程小诗，加油！ 等我一下，工程师去等我一下啦！哦。 只有一个红绿灯的时间跟你说，太浪漫了吧！一个红绿灯的时间跟我告白，天哪！不会连求婚都一起来了吧？好啊，你说啊。这是我们交往第7天，亲手为我缝制的包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去，帮我们做情侣娃娃。情人节，你帮我缝制的枕头套，还有，这是你刚送我的什么？ 什么陪伴娃？这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些都是你亲手做的。你都记得啊？原来你那么在乎我。
这不是我要跟你说的，这些东西我根本连用都不敢用，我根本就不敢带出门，这不是我的 style。啊？他才是，他才是我的 style。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而她也是我今天所要带来见的那个人。她不是你妈妈吗？怎么会？总之，我们分手吧。消失人海里面，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，再等一回，奢望流星会出现，愿如果真的实现，爱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，被惊醒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，被惊醒的心里面，我抬头看着爱不见，整个宇宙都亮了眼。我们的地方轰动区域，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最棒的呗！